Idol 最近一怒的再度交出漂亮成绩单，不止打破自身纪录，近期更是行程满档。没想到20日成员羽琦却经传身体不舒服，紧急送医治疗。稍早羽琦所属的 Cube 娱乐也发出声明正式消息，表示羽琦今天上午因身体状况不佳，紧急到医院就诊，在接受专家的治疗后，目前正在休息，因此不得不缺席今天团体既定的视讯行程。公司也强调会注意羽琦的身体恢复状况，并在声明里致上歉意，表示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粉丝担心，真心感到很抱歉，未来公司会更注意艺人的安全与健康。其实日前他们才在下暴雨冰雹的情况下进行演出，导致舒华在台上滑倒重摔，这次又发生羽琦突然病倒的事件，粉丝都超级担心，希望公司可以好好保护且注意成员们的健康状况啊。